参考消息网8月11日报道，韩媒称，中国10日宣布将在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海域举行重大军事活动，活动将持续到13日。据韩联社8月10日报道，中国海事局说，从10日下午6点至13日下午6点，中国将在青岛以东海域的五点连线海域内举行一次重要军事活动。报道称，人们普遍猜测中国可能要在此次海上演习中调动本土研制的第一艘航母，因为青岛就是这艘航母的母港。报道称，此次黄海最新演习是在中美贸易争端加剧、朝鲜与美国旷日持久的无核化谈判之际进行的。去年8月，在平壤与华盛顿因朝鲜发展核武器计划而导致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中国也在黄海举行过海上军事演习。